这是我们的新任务，黑板上写的。这个做不到，绝对做不到。你看，他是可以露脸在他的这个下面，但是上不去啊。Squeeze it for me. 测试你们的身体年龄啊！如果你只能到这儿，你的身体年龄就是50岁；如果你往上走， 露出了嘴巴就是40岁，再往上走露出鼻子就是30岁，再往上走就露出眼睛就是20岁。现在班级上的成绩不容乐观，非常不乐观，特别不好。李承铉同学很不错啊，30岁。哦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一段视频。 好久以前，这么帅，你们也是蛮厉害的，找出这个视频，这个第一次是对我来说是都是17年前的 ，what？ 让我回忆很多那个时刻的很多的努力。那既然已经回忆了，要不要在现场给大家来重现一下下呢？ 给大家来重现一下下呢，还 OK 吗？想看，想看，想看。哦哦耶耶耶耶！17年前的五阿哥。嘿嘿嘿嘿嘿嘿！哦哦哦哦哦！哇！牛！ 哎，我想跟他是同桌了。我有一个补充信息，这个校棒的颁奖的比赛是空缺了几年，然后云迪哥就是拿到了这个。18岁，18岁，我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过的18岁的生日。哇，这个拿分数。Yeah，如果他们选的人跟我们写的是对的，是一样的，可以拿分数。承铉哥为什么会选择 James？ 其实我只是为了拿到这个分数，我播放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是观察他们的表现和反应。啊，我们会选你的，你怎么就没有自信？就我觉得自己写自己有点不要脸，所以其实就所以我觉得你们看到 James 的表情的时候，都是有一种哇，哇，好帅！虽然看他现在有应该有点没听懂，所以有点发呆的一个状态，但是。 他看起来像个好学生，看起来像个好学生。<笑>我觉得承铉哥的视频有很大效果，对他们的reaction was really 他们的反应，对。我觉得承铉哥哥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一个人，因为承铉哥哥一直在给旁边的 James 哥哥一直在帮他翻译了解这个节目。 This is the performance that I told you the Chopin like for 2 years. Because this competition, if they don't think it's good enough, they won't give the grand prize. My hair was a little oily. Thank you, thank you. 喜欢在社交平台发布关于自己宠物的 James. 哦，哦，好帅啊 ，Jerry. 哎，你也养狗啊？ 哦。 Happy， 接下来承铉哥，你们猜一下他最常发的“家有儿女，家有儿女”，Lucky 是不是？我真的说实话，当然，我很少发我女儿的一些东西，因为我想要让她可以有一个很自由的童年。天哪！ 所以应该不是女儿，应该是跟我老婆的工作有关的。啊！其实最近的100条当中，承铉同学和七同学有关的微博有74条，他自己出现的微博只有12条。十二条。哦，这就是爱。爱。哦。 哦哇！哦，被嗅到，被嗅到，宠妻狂魔。
别人是含几律，他是含七律。好，在刚刚的第三道题目这个环节当中呢，恭喜高同学和李承铉同学两位答对了，各加一分，恭喜两位，恭喜你们两位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进入第三题，力量摸底考试。The next round is a strength game. 现在没了哈。现在我也没了。Nice. Wow. 哎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你现在还有。韩宇，他只是最强的，更加有了，最强的现在，最强的现在。老话说得好，要看底盘稳不稳，大腿力量要发狠。最经典的掰大腿游戏正在等待着各位，现在就拼一拼你们的大腿力量吧。摸一下，不能摸，OK， 摸一下，感觉一下，对，不能摸，他们不用摸，是不是打开比较难？选手 ，Round Two， 引导功还是一样的，好，我想输。我刚刚看了 James 的以后，我想要那个做防守的，是不是容易一些？那你做防守，我做攻，那也行。Yeah， OK， 准备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非禁止画面。我天哪！用声音输出，加油，兄弟，快输出啊！不说了。哦，摊牌了。五。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恭喜承铉，对，承铉哥守住了。我发现了，是不是外面比较容易？是的。是吗？我要外面。你们OK。好的。这样子是这样的，就是刚才我已经连续两把在里面，然后都输掉了。对，如果你这把在里面赢了，我就更没面子。更没面子。我两次都在里面，我输了。如果你这次赢了 ，OK， 好，我坐外面。那我们石头剪刀布啊，好的。所以赢的人在外面。好的。石头剪刀布 ，OK， 我是外面。你就是捣乱而已，我本来就说好了的，因为你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情愿爱却更迭。虚情假意的，大意的。差一点，加油！我说，我不行了，五。4、3、2、1，辛苦，下去。这就证明在里面就是不是那个的哈。但是我想试试里面。
你想试试里面，你是不光想证明就是你非常有力量，还想证明我们很弱势。来，陈宪哥，我在所有的哥哥们中，应该算是睡得最晚的。几点？三点以后。我有四点睡的时候。我还有五点睡的。对。我每一天我没有比早上三点早睡过。于迪哥，你现在一个问题很有可能会秒杀掉两个人哦。热狗哥帮我写过歌词。哦，其实我觉得啦。其实我觉得。其实我觉得。这种问题真的没意思了，我觉得。好笑。现在我为大家来公布你们的总分情况，有请第一名李承铉同学领取你的大红花。呜耶耶，哇，这么大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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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新郎啊，哥！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。哦，可以，很好看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好像，这个好像更好看一点啊，比较好看，对。哈就是你，哥。我的少年时代，就是现在。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。